现在啊，这个亲民党党团啊，有表示大概我们今天所做的结论啊，他们都啊支持啊。那么这一次召开协商是啊，是盐商第九届第二会期开议日等相关的事宜。那么这个是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二条的规定，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。所以我们在八月中旬啊，有特别拜托我们四个党团来协商一个时间。那我们就啊，这个时间决定之后，我们就召开协商这个会议，也比较省大家的时间啊。那么经过在八月中旬大家讨论的结果啊，我看到我们四个党团都有签名，有一个协商的结论啊。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协商的结论啊来做一个宣读。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啊，我们就依照四个党团协商的这个日期啊，以及后续啊，我们啊就是要进行的程序啊，跟大家啊做一个说明之后，我们就定案啊。那还是请高处长你来将这个啊四个党团决定的事项来啊宣读一遍。好，来请。报告院长、副院长、秘书长、各位党编，现在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，时间105年8月29日，星期一上午11时30分，地点红楼会302会议室。决定事项一。各党团同意定于9月13日星期二举行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，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进行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，报告后随即进行政党质询，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，国民党党团推派2人，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。当日执行顺序依国民党党团、民进党党团、亲民党党团、时代力量党团之顺序轮流交叉方式进行，本会期日后有关质询期间之顺序及人数，均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。二，本会期自9月23日星期五起，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，国事论坛及临时提案依往例处理。周五上午9时10至10时为国事论坛时间，质询期间周二下午1时50分至2时30分处理临时提案。以上。这个大概就是啊，上一次就是八月中旬啊，四个党团啊协商的一个结论。那如果大家啊针对这个协商结论，我们把它啊确认啊，那我们啊，我们就是我跟副院长，我们就在上面签名，就完成这一个程序啊。那亲民党党团是啊支持这个。啊，就是签署的啊，洪金兄他也在上面有签名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依照这个协商结论来办理？啊，如果没有意见的话，我们就确认四个党团这个协商结论了 啊。那么啊，今天我们的党团协商就是要确认这个共识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进行临时动议。有没有临时动议？没有。好，没有，我们后续是不是要顺便说明？来，后续那要不要说明一下？就后那个，哎，总召是哪一方面来？好，没来。OK， 好，那就没有问题，我们就确认啊。那有没有临时动议？你刚才讲后续是啊，后面那张啊，后面那一张，对，这个有啊，就是9月13开议嘛，那9月招委的时辰呐，对，9月19，差不多这样吧，都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
来，要不要说明一下？来，后面一张。我报告一下，就是后面这一张，事实上是给各党团知道参考，因为这个是按照那个召集文选举办法局所推的日期，所以那个是法规规定的日期，我们所推算的，就是开议日的第二次日，编定选举人的名册，然后之后的两天再进行召委选举。那因为正好碰到中秋的假期延续，所以是9月19日星期一来举行。召委选举以上，好，这是。那20号没开院会？开院了，19号开始就开始开院会了。20号对，总咨询。20号就开始。总咨询。刚好一人休嘛。对。对。其实开议那天就有部分总咨询了。哎，开议就开始总咨询了。对对对。那正常礼拜三会就开始。对。对，礼拜就是19号之后，哎，对的。好，那如果确认没有临时动议，我们今天的协商会就到此。好，那请大家签名啊。好，来。